声不由气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很呼吸。麻烦让一下，我赶时间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看你应该没伤，车也没什么问题，要是之后有问题你随时来找我，我来报销全部的费用。我是临床系大二的卢婉婉，这个陪你。不用，别浪费了。